70年代的香港娱乐圈子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组合，却是名动江湖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他们就是娱乐圈的江南七怪，香港银色鼠队，结拜七兄妹，个个都是传奇。大家好，这里是一只细细粒，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七位侠肝义胆的兄妹吧。大哥张冲。张冲于1957年开始影视事业，第一部主演的电影是邵氏公司的《你是我的灵魂》，其后在邵氏、国泰及多家港台电影公司当演员，善于演性格粗犷的角色。张冲是七兄妹里面最大的，出道和成名也比较早，1973年和哥哥组建电影公司，自己当起了导演。我们最熟悉他的一个角色应该就是快餐车中元彪患精神病的老爸了，邵氏知名艳星吴锦增是他的老婆，两人于1975年结婚，不过这段婚姻仅仅维持4年就宣告破裂。张冲于2010年因病去世，享年79岁。二哥谢贤。谢贤的风流浪子形象在香港影坛找不出第二位来，他前后和数位女子有关系，第一位是他同期训练班同学嘉玲，当时两人戏里戏外都是金童玉女，在一起有10年之久，后来又追求过萧芳芳，不过萧芳芳拒绝了他，之后嫁给了他的五弟秦祥林。谢贤在1974年和台湾省玉女珍珍结婚，不过才2年就离婚了，至于离婚原因也颇为复杂，这里面还牵扯到台湾省音乐教父刘家昌。1979年他娶了港姐狄波拉，还有了儿子谢霆锋和女儿谢婷婷，如果就此打住的话，他就不是谢贤，这次婚姻于1995年结束。这时候谢贤的事业也达到了一个高峰，在 TVB 塑造了许多经典角色，四哥的称呼就来源于那个时候。离婚后也就没有什么代表作品了，除了星爷邀请他参演少林足球大 boss 强雄，演技精准娴熟，当真是宝刀未老。谢贤2000年的时候结交了比自己小49岁的 Coco，这段感情持续至今，如今的他继续活跃在演艺圈，时不时个热搜，或者是蹭儿子儿媳热度再上一次。现在的他已经很少在公众面前亮相了，但儿子有事，谢贤还是会出面。谢霆锋的母亲狄波拉也是演艺圈中人，两人即便离婚多年，也没有反目成仇，还会一起为儿子谢霆锋助阵。三哥陈自强，江湖人称金牌经理人和巨星推手，手上最大牌的明星就是成龙，还有张曼玉、钟楚红、张学友等三位大咖。他本身没有孩子，对待明星就像奶爸一样，面面俱到，和现在娱乐圈许多骗钱骗色的经纪人相比，真是差别很大。陈自强和成龙相识比较早，当年罗维请成龙回来拍摄电影就有陈自强的原因，后来成龙被吴思远借去拍摄《醉拳》大火之后，他被嘉禾看上，成为国际巨星，当时负责替成龙和嘉禾谈条件的正是陈自强，之后陈自强成了他的经纪人，两兄弟在一起合作了几十年，是成龙大哥的幕后军师。据说两人后来因为拍摄《新警察故事》的时候闹翻，成龙与陈自强亲如兄弟的关系长达30年之久，但终究免不了曲终人散。成龙与杨受成却越走越近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陈自强曾抱怨说：“以前我对他那么好，现在很多事情他只找杨受成商量，我都快变成孤独老人了。”2011年。陈自强获得第3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专业精神奖的时候，成龙上台拥抱这位好兄弟，不合传言也不攻自破。在他70岁生日宴会上，
众星云集，干女儿张曼玉和钟楚红、向华强夫妇、杨受成夫妇、黄景深、赵雅芝夫妇、狄龙夫妇全都到场。成龙大哥虽然没有现身，不过也送去了礼物和祝福。四哥陈浩，陈浩，香港导演，50年代到70年代参与了大量的影片拍摄和制作。1973年加入协力电影机构，自己担任编剧并执导了首部电影作品《大密探》，取得了协力的信任。后来开始自己创作和拍摄许多卖座的电影，和陆邦导演成为中坚力量。77年以后又转投邵氏，之后进入80-90年代，他一直从事幕后工作。五哥秦祥林，秦祥林因为长相俊俏，被琼瑶称作是最漂亮的男人。年轻的时候，他和秦汉、林凤娇、林青霞是风头一时的文艺小生，共同开创了一个时代的神话，被称作是二秦二林时代。他的第一段婚姻是和玫瑰公主萧芳芳，离婚后与林青霞相恋。当年他追随林青霞到美国，两人还订了婚，可惜林青霞最后还是和秦祥林分手了。电影上秦祥林最为内地90后80后所熟知的当属《五福星》等影片，这是在他和林青霞分手之后拍的。在情绪低落之时又拍这种电影，确实是难为他了。我们最熟悉他在80年代的港片中的表现，让人念念不忘。之前说过他的第一任妻子是谢贤没有追到的萧芳芳，可惜没过多久就宣告破裂。值得八卦的是，当年秦汉、秦祥林和林青霞之间的三角恋关系，星爷在《大话西游》中也调侃了一下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星爷那句我叫秦祥林。后来他还和邓丽君有过一段恋情，也不了了之。最终这颗浪子之心被化妆师曹昌丽收服，如今他们幸福美满。六哥邓光荣，邓光荣早期和秦祥林、秦汉并称台湾三大文艺片小生，并且被誉为学生王子，擅长拍摄青春题材电影。90年代拍摄了不少黑帮片，周润发、刘德华、任达华在气势上都不如他，血洗唐人街中大背头无人可敌。邓光荣平时脾气就比较火爆，在圈内为人也比较仗义，曾经在七妹沈殿霞的葬礼上要郑少秋给出一个交代。据传《大话西游》春十三娘的事情，他就是其中一位大佬，不知真假。如今这位影坛大佬也于2011年因心脏病去世。邓光荣星途顺畅，60-70年代就红透半边天，演出过无数经典粤语及国语片，并且在圈内他人缘甚佳，讲义气、重感情的性格和做事风格让他结识了很多朋友。他曾有一句名言，别人对我好，我会对他更好，别人害我一次，我定会以眼还眼，双倍奉还。朋友有难，邓光荣总是第一个出头，为此得罪了不少人，但也收获了江湖中人叫他一声大哥的尊严与荣耀。邓光荣后期成立大荣电影公司，开始培养电影人才，拍摄多部江湖片，包括《义盖云天》《江湖龙虎斗》等。现在香港的著名导演王家卫和刘镇伟可以算是邓光荣发掘的。王家卫的《旺角卡门》及《阿飞正传》都有邓光荣的功劳，《阿飞正传》这部电影拿下了金像奖最佳电影、最佳导演及最佳男主角三个大奖之后，邓光荣说他并不后悔当初的投资。七妹沈殿霞，沈殿霞虽然是最小的七妹，不过地位和影响力在香港是独一无二的，她是香港永远的开心果，她的笑声感染了几代香港人。50年代随父母移居香港后，沈殿霞就开始了自己的演艺和主持生涯，
还出过唱片，因其长相肥胖可爱，被大家称为肥肥。沈殿霞在主持、歌唱和演艺事业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曾经和罗文组成情侣合唱团，和张德兰、汪明荃、王爱明组成四朵金花，还推出专辑歌曲，主持 TVB 王牌节目《欢乐今宵》将近20年，带给许多人无数的欢声笑语。曾志伟在主持上面也是他一手带出来的。80-90年代和彪叔搭档夫妻，富贵系列揭露了当时香港人的心态，整天做发财的梦想，多少人希望像肥肥那样中六合彩。提到沈殿霞，就不得不提秋官郑少秋。至于谁对谁错，还是不要讨论，毕竟肥肥已经去世多年。郑少秋现在也经常为女儿郑欣宜站台，相对而言是一个合格的父亲。除了以上七位之外，成龙和姜大卫两人算是外边人员，因为他们经常和银色鼠队一起参加活动。银色鼠队也算是香港艺人协会的前身，后来成龙和陈自强联合一批艺人组建协会，为的就是保障明星的权益，另外再做一些慈善活动。想想还是当年的演艺圈，重义气，讲感情，现在什么都谈钱，这也许就是现在明星让人记不住的原因吧。侠肝义胆，江南七怪，江湖路上老一辈的人生路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。从事演艺事业的人，如果哪一日忘记了初心，就看看他们的情怀，从中拾取能量，方能坚定不移地走下去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到评论区留言，别忘了点赞分享哦。